项目呢，就是天龙对地虎。没错，一个长得身高很高，另外一对长得就是比较娇小、平易近人、可爱许多，然后又会觉得很好相处，然后会穿衣服特别的好嘛。哇，进步差这很难啊。但是有一些人呢，他懂得他用他的身高来取悦自己的视觉。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对不对？再讲一次。就是有些人呢，他五五身。但是他懂得用穿着来掩饰他的缺点，或者是用穿着显露自己的优点都有可能。对，今天的天龙第五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都是女生。不是啦，他们都很会穿搭。哦，真的假的？真的。要透过我的眼睛来看哦。透过你的肉眼，你干嘛嘴唇发抖？透过我的眼睛来看哦，穿搭，因为女生有时候呢。不管是怎么样，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请说。女人的妆其实是画给男人看的。有这句话？因为你自己画完之后，你是给别人看我今天画的状态是怎么样。我可以给爸妈看啊。也可以。你今天妆很漂亮，我就说你今天很美。对。你想听到的就是这一块。被称赞。没有错，穿搭也是一样。所以今天他们的穿搭，你也要经过你的一些评判，是不是？因为男生看女生的角度不一样，跟女生看女生的角度不一样。对。我们还要聊多久？可以开始。反派哦。没有办法。我们欢迎今天的两队队员出场，首先欢迎第一组天龙队队长李毅，还有地虎队队长凯莉。还有李毅啊。冷场了。第二组天龙队队员 Angelina 还有吉普星。可爱拉拉哦。接下来欢迎最后一组攀影族焦温妮。好，第二个有欢迎。来，我们到中间去。哇，第五队好可爱啊。哎，你们都几公分啊？几公分？一五一，是没有穿鞋状态哦。嗯，不可能，因为我一个朋友男生也是一五一。真的？谁？嘉禾，你不认识啦？说实话，评审啊。对，林嘉禾啊，对，你们都认识哈。林嘉禾先生呢？他跟我谎报，我们去健康检查之前，他跟我说他一五八。一五八。对，我跟我一样哎。对，然后后来健康检查之后要脱鞋子嘛，那个机器骗不了人嘛。他一量身高，我就冲过去看了，一五一。所以你不可能一五一哦。有，你应该没超过一五零哦。有。不可能啊。真的有。真的不像有的吗？一四九，一四九，对不对？这两颗，这两颗有。你鞋子脱下来，我真的真看不到你了。一四九。好不好？你几公分呢？一五五点五，一五六。你合理，合理。你呢？一五四点九，你才这样子。哎，一五四一五一不可能呐！真的，不要狂动，没关系啦，大家都女生。你干嘛啦？女生，大家都女生。今天这个环境，大家都是女生。是啊，我也是女生。你也是。我有女人心，你干嘛？你闭嘴。你要逼我啊！你走开了，我们好好访问这个。Together, 哇，新朋友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Angelina， 来自哪里？台湾。哇，我也加州，你知道吗？我也加州啊，你不觉得很洋派的感觉？这本书从小你有在国外生长过吗？没有。原住民吗？也不是。哇，那是混血儿吗？也不是。你不觉得他洋派吗？怎么会长得那么新？他如果讲加州，我觉得合理啊。合理惨了。对啊，中山东路那间呢？我以前住在那边。所以是土生在地人啊。对。在地哪里？哪里？哪里？我爸爸是台南人，不，对不起，我妈妈是台南人，我爸爸是宜兰人。那你怎么长得这么不像？对啊。哎，偷爆了吧？就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就是血统就是跟国外有关的吗？没有。原住民也没有，也没有。那你在黑是黑是？我天生的，我因为我爸爸他们宜兰那边，就是他也皮肤很黑，所以我妈很白，可是我就想到他。哦，了解。那这本书是在想说我不是混血儿的意思吗？哦，不完美。
没有，他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讲，就是我的生活、穿搭，然后还有一些运动，就是等于说看到这本书就可以看到一个哇，就是我的365天。哇，对，很美。哎，我觉得他们两个型很像，很像啊，对不对？阿定哈，好，有点像。有点像一黑一白，你们说他们是姐妹，我相信了。姐姐，什么意思？明显啊，就两个姐妹，妈妈的。为什么？妈，我让你选择，妈妈驱魔也不要当那个。我操！不要，驱魔人是我的姐妹。驱魔人妈妈，姐妹，你们驱魔人妈妈，驱魔人妈妈，驱魔人妈妈，驱魔人。他在驱魔。我救你！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他不可能不敢来的，他未来生活，他未来。我没有欺负他。哎，你今天怎么那么良心啊？给你个赞，谢谢，谢谢你。你这不适合穿这样衣服哎，你干嘛这样？我今天是哎，后面女人味哎，后面我们可以看看后面的，没有啦，哪里美？你告诉我哪里美？美背，这不是美背，你转身没有？哎，我本来要穿 new bra 的，好不好？这一块拉惨，你干嘛呢？我本来要穿 new bra 的，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大家不要闹了。谁正红，我们都看翻脸。我本来要贴胸贴，被阻止，被阻止。是啊，对啊，只贴胸贴背，我们阻止啊。因为我们最近有入围金钟奖啦，所以就是还是先不要。我们等你们得奖再说，好不好？等工作隔一天再决定。真的真的，那你怎么今天会想穿这样子呢？你跟大家解说一下吧。因为今天不是要换衣服吗？对，我要挑一个就是高个才能驾驭的衣服。你好，给人家难看呐、啊！真的，我今天竟然那么三个穿一五一的穿那种、欸，没有干净普心这件，这个也不行哎、欸欸。你穿的变到肚脐哎，裙子到肚脐，他没有胸小哎，在真实中，真的，好期待今天。好，那你今天打扮就是比较健康运动。对，哎、欸，他穿喇叭裤，对，我想说我们直接脱底吧。我们看得出来啊，怎么了啦？喇叭裤很难驾驭。他这个连身的更能驾驭，对啊，连身的，对啊，因为今天有一个单元是两队要互换衣服，所以我们的地虎队也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穿搭。好，凯莉，我今天穿搭呢，因为我们个子矮，所以我们都会穿极高腰，对，我们就会前腿一直往上拉，腿看起来比较长。然后我穿这个，因为矮个子穿，对不对？野外可以。也看防蚊，但是矮个子穿起来可能就是长这样，可能高个子穿起来会比较垮一点，就是小心机。嗯 ，OK， 要陷害别人。然后我的这个也是高腰的裙子，算是连身的。然后这个的话，高个可能没办法穿，因为我们穿会在膝盖的一半，他们可能就直接直接就哦 ，open open， yeah， check it out man。虎星，对，哎，我先。恭喜我作品了！哇，谢谢。对，这是我东京旅游书。东京哦，介绍东京吗？对，东京还要介绍啊？因为我没有，因为有很多那种私房的餐厅。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东京大家都很熟了嘛，很多人都介绍，你要介绍出什么样不同的东京，这样对了吧？对。来，什么？你说说看。因为里面有很多，因为我很喜欢吃甜点，然后。日本有很多那种隐藏在巷弄内的那种很可爱、很有特色的餐厅，所以里面有介绍。那你跟别人不一样，一般都介绍逛街啊什么吃的，对，有吃的。转的快吧，你可以入围了，好厉害！今年入围主持人，你干嘛？今年就没有啊？没，但是这句话不对哦。节目没有主持人，怎么能够入围节目？真的，你最近都请假吗？都是我啊。但是你要先想好，他们是剪什么画面去报的？哦，也对也对，就是剪我的啊。对。来准备。今天呢，我们是有奖没有罚，所以大家要好好努力认真。今天我们奖品是女孩都会喜欢的甜点，而且是来自波特兰，很红的，最近很红，巫毒娃娃甜甜圈，很好吃。哇，巫毒娃娃。对，大家要加油。好久了。甜甜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抽签了。对的。换衣服了嘛，对不对？互换啦，因为毕竟身材不一样，看同样一件衣服在不同的身材上面穿搭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有可能变好笑哦。好期待哦。对，有可能变好笑。那我们先从你开始了。好，好不好？没有写东西。好，他没有写东西哦。写东西。哦，为什么没有写东西哦？我们来看看。
帮我抄。哎，他写一个二号，要不你又来了？二号，你又穿连长，你又穿连长，很难穿呢。连长，连长，那个会直的。哇，OK 啦，OK， 这两个应该还好。蛮正常的，好不好？那我们现在一起跟他们去换衣服，好不好？没有，你没有，是他们去换。我会拿掉有色的眼镜看，好不好？不行，这样也不行。不行，我等下让你跟了。不要。奇怪，不然哈，我们一起都先穿完，好不好？好，问你。来，你好。哎，阿弟，哎，中间，你看，你又变中间了，你看，哇！哎，我穿，谁穿好了？你穿好了？为什么？你穿那个就变恶灵古堡，那是恶灵阴阴的那个灵。好了，送他们去换衣服。婴儿婴儿房，你看要变婴儿房。好的，都换完衣服，到底谁才是能把衣服驾驭的很棒的女明星呢？欢迎第一组出场，阿典还有温妮。太准了吧！好难哦。小心哦！我记得我的胸部没有装去。很紧绷，我觉得我的胸部没有地方去。我现在不敢呼吸，因为我只要一深呼吸，真的就会爆掉。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我们一起深呼吸吧。是他的衣服，我已经爆开一颗，我的胸部爆掉了。真的，脱下来了，真的坏掉了。对不起，人家。对不起。第二颗有点危险，现在都我 hold 住。哎，你们刚刚这样拉都忘记我的存在。我是女生。OK 的。所以除了这个这边的不适应之外，还有吗？其实也还好，蛮短的。啊，对，太短了。太短了。对，对我来说很长哎。这个屁股会在外面。对，差一点就会屁股蛋会。你穿，你觉得你自己本身也不会穿这样。为什么？感觉很 hip hop 哎。Old school hip hop MC Hammer 那种了，而且好险有这条腰带，对啊，好险我带腰带来，没有腰带你就完蛋。不是在你身上是熟女都像自己啊，对啊，哎，我可以看没有腰带，其实它多长吗？就很这样，也还好啊。哦，哎，你真的很 hip hop 哎，对啊，那种对不对？早期的 hip hop old school 唱饶舌，很好 ，OK 的，好，蛮合理。现在我们来让我们投票好不好？就你觉得？阿弟把这件衣服驾驭的比他原本的还好的，请举一个赞。很明显啊，这个你在开玩笑吗？你不要左右评审，他们想举牌就举。两票。你们觉得温妮把他驾驭的比较好，请举牌。一二三，六票。恭喜温妮获胜。是赢了。这个没什么好骄傲的。六票，你知道吗？虽然身高小小的，可是他什么衣服都能挑战啊！嗯，哦，代表他什么都能够驾驭，对不对？代表他可以唱饶舌。OK， 好，来旁边先休息一下啊。谢谢。欢迎第二组安安跟凯莉，欢迎。OK。喷雾来，万用空萝卜糕补
装都可以放在里面。蛮好看的啊，太长了，合理耶，两个两位都合理的，都很合理。对，只是这个裤子真的现在不流行反折裤哦，反不反折会直接踩地板。不会，谁跟你说不流行？林嘉禾都穿这样。林嘉禾身高不高，但是把裤子反折，你们干嘛啦？一直霸林嘉禾的料好不好？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了嘛。奇怪哎，这个你会这样穿吗？你平常不会。好像就太熟女。对，不是你的味道。对。好 OK， 好，来，我们觉得。安安穿的 OK 的，请举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五。好，觉得凯莉可以驾驭的很好的，请举赞。好少哦。五位。好，安安获胜。恭喜！谢谢你们。有请第三组驱魔人季祖希。其实他合理耶，这样也合理，因为他个性怪怪的嘛。穿这样是合理的，好酷，很可爱，很可爱啊。嗯，我以为会很奇怪。你以为你有换过 size 吗？这个没有啊。我以为他会变得很短，就是跟你。他其实蛮短，他刚刚到膝盖哎，他刚刚穿。其实你们身高其实有差，但是其实身材是没差的。都瘦瘦的。你看他穿也是合理，我以为他穿完之后没有，因为他这边绑很起的多，他绑起来一大截，而且鞋子也合理，合脚。哎，对，这鞋子蛮合的，明明就有点大。这女生穿这样蛮漂亮的呢。谢谢。你会这样穿出门吗？有机会的话会这样买吗？不会，除非是，可是不会整个就是这样细肩什么，就不太敢。你不太喜欢穿细肩的？我保守的。你穿这样蛮正常，很习惯吧？不习惯。谁会习惯？你家里很多，因为你吃东西都乱滴啊。吃火锅也不用吃麻辣锅也刚好。你感冒擤鼻涕就直接吃。对啊，我无法哎，可以吗？再见，我以前是姐姐，我很常穿的。对啊，你也可以啊。你会喜欢穿这种衣服的女生吗？我喜欢。你喜欢？你知道服务业有很多这种饭店的服务业，他们很辛苦，他们也是穿这样。都穿套装吗？套装啊。真的？好吧。餐厅的服务生好像有一点自信。你这样像卖汉堡，温蒂汉堡的那个人。是。这样你排一排。好久。你讲温蒂汉堡，没有人知道啦。太久了。真的。不会，你问他妈。温蒂汉堡大家知道。知道。你看。那驱魔人大家知道吧？我们来评分了。好，觉得李毅你们比较喜欢的，请举赞。有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9票。哇，觉得这母亲，做作的女生，你们比较喜欢的，请举牌。6、7、8、9、10、11，恭喜地府破绽！哇，第一关呢是地府胜，马上进行第二关五季大对抗。欢迎地府队温妮带来的舞蹈表演。
带来的是舞蹈才艺秀。选择这个打扮来跳舞，没有，因为平常就喜欢穿比较宽松的 boyfriend style。对对对对对，这感觉就是男友的衣服 T 恤拿来穿一下。这是女生的啦。不然我的意思是这样，你不要紧张。我是说，很像那个男友的衣服来穿一下，就你知道的感觉。跳舞跳几年？五吧。五年，嗯，差不多要算那么久，但是蛮厉害，因为你有加了好几个很容易跌倒的招，就你又要甩头，又要蹲下，又要起来，就很忙，那很容易摔倒。哎，还好，因为我们比较离地面比较近。这个优势吧？不一定啊，谁跟你说个子比较小的离地面比较快？不然呢？离你跟他比赛，看谁先摸到地板，信不信？来，你好，三二一号，不是站好，站好。要怎么摸？就看谁先摸到地板啊！不见得矮的就摸得比较快。真的吗？对，真的没有这逻辑的。三二一，不，你看一样。没有，这是一样的。因为高手长。哦，对。你懂吗？你们都以为矮的是摸得比较快，但是你要想高的是手长的，棒就下去就到了。哦，难怪你以前玩那个抽毛巾的都很快。意思是一样的道理。原来是这样。对，真的，阿弟的舞好性感哦。哎，可是原本你说不是要跳可爱的吗？骗我。啊，我不知道，我以为他们要跳可爱的，然后你就跳了一个性感的，这最可怕的啊！没有，怎么看别人的时候，明明是自己安排的，你好凶哦，你都念念有词哎，你都讲。对，很凶，对词。对，你知道他们，因为毕竟他们身高比较娇小，对，比较凶。对他们第一关已经赢你们了，现在第二关你不觉得有危机感吗？对啊，我觉得他下招，我觉得很棒啊。他的有杀伤力，他的就是很温和，性感温和挂的。好，那现在我们来问那个评审了，好不好？好的。你们觉得地虎队表现得不错，请按赞。哇，3万多票哦。你懒得分啦。19。哎，19票。觉得天龙队不错的，请按赞。哇，怎么样？没有票？怎么会？怎么会？不太习惯。你两个。一票，你真的好，我真的要，真的好花钱啊！我去年好，我不要，我要啦，不要破蛋，至少不是破蛋。对，第二关还是地虎对胜。灵活性，或者是身体的协调性。什么？来啦！哎，你看这，
你看，你告诉我这游戏怎么玩吗？你说。好的，非常简单，由我们的关主小猪楚润，他头戴这个软糖安全帽。两个人比赛，看谁先咬到这个软糖。我要一起咬。不是你，他咬嘛？他咬你。然后脚不能离开这个红色的地方。所以我如果这样，他就要这样，对不对？对。那我就鱼。对啊，很合理。可是你知道，因为他们在比赛，所以你这一关，你不要浪费。你这一关如果低一点，你下一个第五队你也要低，要公平哦。我要公平。对啊，关主要公平啊。好不好？准备。你不要跟我玩这个。你走开。他说不玩。他都没有镜头，你知道吗？原来还现在输的耶！你吓到他，他也表演过了。你好敏捷哦，我们两个换位置的，准备哦，加油！哎，九妮娜先来挑战，计时开始。舌头伸出去，什么舌头？舌头伸出去，你是一般的，给他扑上去。白豆豆，上次是不是咬他？没了，你还有下一个人，你在紧张，还有很多人要玩。我们今天现场的人都在玩。准备下一位来挑战，凯莉来挑战，准备好了吗？好。关主，你准备好了吗？好的。高个起一点。可以。恭喜恭喜，好可怕。对哦。加油加油，开始吗？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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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龙队的第二棒开出李毅 ，Are you ready？ 努力！不行，他不行！干嘛？准备啊！计时开始。哎，还不错哦。不错，加油！超差！你先站，就抓好那个位置。差一。你不要高兴，走开啦！不要高兴我啦！我要回来！玩游戏不是不能，他不能断动的吗？你脚不乱动呢、啊？我没有凑出去、啊。凑出去怎么？等一下，我还没讲完话，你嘴巴被背下来一口水啦！暂停啊！暂停，我先协调一下什么的啦，关主。他们脚一直在，一直在嘟嘟嘟嘟嘟。我只要不要踏出。我们都不能踏出去，不能动。没有画黑线呢。不能动。关主，可以的。关主，可以的。可以的。这我不行。脚没离开红色都算合格，对啊，都合法。好，来，计时开始。喂，你不能动我！你不要动，不要那么吵！我是你啊！我是你，不要一直碰我！我想让他吃到，他不要一直乱动我。你小嘴巴只要开开，我会把这个东西放进你的嘴巴里面就好了。OK OK OK， 谁挑战你？来，准备。
继续计时。你看，这不就好了吗？观众观众，计计。哎呀，哎呀。没有脑波，错，无聊。下一位第五队，你要派出谁？啊，温妮，好，准备好了哈，计时开始。我不用那招对你，你以为？来了，差一点，温妮在哦。哎，打你嘴巴。闲啊，好的，干嘛？公平啊，公平，要公平，很准哎，我好准，我很准，干，哎，你的手啊，哎，公平，我跟你讲，你帮张三，好好，你帮，你怎么阿子，阿子，我帮你进去啊，有到，你是这么说吗？53秒，我帮我怎么说？53秒，算是李毅获胜。恭喜这个阶段天龙队获胜。哇！进行天龙第五抢龙球。第一段一 PK， 我们在这个很多弹珠还有沙子的里面藏了一些乒乓球，看谁在最短时间内先找到4颗乒乓球就获胜了。但是是用脚来把它找到，然后夹住，然后把它拉起来放到杯子里面，还好吗 ？OK OK OK 很好。OK OK 好，那加油了。季普星和阿弟准备计时开始。有种恐怖加油！哎呦，那个打！那个打 ！Oh my god！ 真的，好隐形的脚哦！哇！加油加油！左脚上比较厉害，来不及了，不好意思，恭喜季普星获胜。可恶！好厉害！好的，在进行让步之前呢，主持人你怎么都没讲话？累死我了！真的，就是天堂跟地狱，你知道吗？我刚刚很开心的，然后刚玩软糖那个很开心。我怎么可以一直这样干的？好恶哦！哎，你的脚好特别哦，怎样？你像异形的，你都抓不住啊！你看异形那种要侵蚀人类的感觉，让我哇！喂呀！第二组 Angelina 对上 Wendy， 我一直用力。谁先抢到四个乒乓球，请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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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啊！加油！加油！不简单哦，有哎 ，Angelina 抢先一投篮。我找到另外一个可以让我可以分心的，因为刚刚那个他有叫一声。我听一下。你用那个脚在感受，好像还蛮厉害的。加油！在哪里？刚刚我快快快，加油！没错没错，加油！
们自己玩很开心的。这一关你们是关键了好吗？李毅以及凯莉，好，双立加油，请开始。双立哪有双立呀？我觉得是李毅，我以为是李丽。加油加油！李丽，可以的，李丽分。起发行全新创作专辑，主打歌《玩具熊》创作灵感来自于从小陪伴他的玩偶，但是其实不是熊啊，是一只鸟，玩具鸟。对，但是歌名如果叫《玩具鸟》，有点鸟，所以就取了大家最多人有的玩具熊这样子。所以它是毛茸茸的娃娃还是什么？对，小只的娃娃，然后会陪我睡觉这样子。这出道之后，有一天整理家里，发现它已经被我遗忘在角落，而且是我拿出来才发现是那只鸟，这样我已经忘记我这个玩具了，然后当下就觉得好像对他很坏，所以就写了这首歌。李玉玺日前才在韩国参加完演唱会，去之前还特别向师兄毕书尽讨教韩文。我有请就是师兄毕书尽教我几句这样子，但问了半天，最后记住也没几句。안녕하세요，저는이혁세입니다，반갑습니다，한국좋아요，감사합니다。Nick 周汤豪时隔四年终于推出新专辑，这次他还升格当制作人，专辑大小事统统一手包办，还一次推出两张不同风格的歌曲献给粉丝。除了词曲制作之外，甚至 MV、A&R 到企划都是我自己来。两张专辑不一样的风格，一张是比较流行的，一张是比较 EDM、比较 Hip Hop 的专辑，所以说一次给大家两张，然后让大家认识不一样的 Nick。这次的新歌《帅到分手》，歌名感觉像在自夸，但却透露了 Nick 满满的无奈。其实是有点黑色幽默，其实是难过的，可是是在一个开玩笑。那为什么会想到要用这个方法去写这个歌曲？是因为我不管做什么，大家都喜欢讲说人帅真好，人帅真好。所以人帅真好这件事情就是磨灭掉了所有我所做的事情。很久没发片的 Nick 笑说自己已经忘了怎么当艺人，但他也期待透过这次发片能赶快与粉丝见面。有很多的活动可以跟很久不见的粉丝们有些互动。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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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乒乓球。没有想过他这么一生这么努力当一颗乒乓球。对。没想到活不到24小时。这样子一直这样子被踩了，他往生了。哎，李毅，你好会用脚捏人家。哎，你手干嘛不放松了？我要你怎么可以出那种声音啊？对啊，我恐龙啊，好可怕哦！哎，这一关有什么诀窍吗？对啊，防守，防守是他会攻击，他都把我脚就踩着，一只脚捏我，而且你绝对不可以让抢球被抢走，超狠！所以你要，你可以把球踩扁，那发出那些声音是可以。帮助出用力，帮助出力，帮助出力，好。但是今天这个比数呢，很厉害啊！冠军队就是地虎队。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好，来进他们的奖品。好，那地虎队获胜啦，可以吃到好吃的甜点。可爱的，请选。一人选一个。娃娃，好可爱哦。好可爱哦！都可以。那我吃这个枫糖。哎，那我们三个喝这罐好了。那就这是道具啊。加减哦，但不是酒啊。不是。他说我们喝一下。哦，那是。好吃啊！你刚好饿了。刚好。说出感觉，说出你们吃完的甜点的感觉给我们那个天龙队听。嗯，看，问你先。你要给我吃是不是？好好吃哦。普星。很甜，很好吃，枫糖口味，枫糖的，上面不是培根，对，可是我还没吃到。哇，又咸又甜。凯莉呢？嗯，超好吃。你想要帮我们卡掉？好，那现在有两位都有新的作品，然后现在来跟大家宣传一下，来。好，这是我的第一本，就是个人的旅游书，然后是在介绍东京有一些很可爱的景点，还有可爱的餐厅、特色餐厅，对，然后也是跟日本的一个摄影师叫米原康正老师一起合作的，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三米吗？对。好的，接下来，谢谢。这也是我的第一本那个生活风格书，那里面就是有包含穿搭，然后也有一些旅游，然后跟健身保养，就是各种就是关于我的东西都会在里面，然后里面有一些就是小麦居女生的一些穿搭术跟化妆的一些小技巧在里面。啊，那李毅有没有？李毅有没有？没有，支持于白哦。阿爹跟你阿爹。没事，大家支持于白。耶、yeah ，你还可以去买我的写真书哦。好、嗯，还有哦。温妮，谢谢温妮，谢谢大家，谢谢，拜拜，谢谢。爱真的不是凭着梦。